大家好，我是企鵝，歡迎大家來到 Minecraft。 今天我就介紹這個新的custom map， 就叫中文我叫死刑競技場。它的目的就是鬥快去到20level，就有單人和多人模式的。單人就是一個人鬥快去到20level看要多久，多人就是一群玩家鬥快去到20level，咁贏咗個咧就可以揀點樣殺死其他玩家喎，所以叫死刑競技場啦。咁如果而家得我一個人咧，就玩單人模式啦。咁然之後就要揀難度啦。咁有一般嘅容易、中等同難啦。咁同埋瘋狂嘅容易、中等同難啦。咁瘋狂即係 insane 咧，就係意思係目標 level 咧就去到30level，同埋出怪嘅頻率就係2倍啊。咁鑑於頭先我試過陣咧，發現其實中等都幾難行，所以我決定玩容易啦。咁然之後就開始遊戲啦。咁講翻啦，呢幅圖咧就係係 Anfan 同 Block Fortress 同埋 Hypixel 製作嘅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去睇翻佢嘅頻道啦。咁咧呢啲就係上 round 咧，我死咗咧。跌落嚟嘅嘢，剩翻嘅物品啊！咁同時大家咧見到咧，我哋呢個木劍咧係冇呢個耐久度嘅。另外咧，呢隻鑽石嘅喪屍咧，咁咧就點都殺唔死嘅，所以一定要推佢落街先得。而且佢嘅攻擊力非常之高嘅，所以大家見到嘅時候要小心啲啦。另外呢，除了喪屍之外呢，去到一半呢都会有 Creeper 的。咁呢同埋会有啲个头戴住个伤嘅怪啦。咁呢佢哋呢就会跌啲有非常有用嘅道具啦，即係例如我一面前呢隻啦，咁佢哋就会跌好多道具嘅。咁大家见到啦，有石剑啦，有金苹果啦。咁而家转咗石剑先。咁咧，事實證明咧，其實咧，於是咧係易玩過中等好多嘅，因為中等其實都真係幾難下。對於我嚟講，對於我呢啲咁渣嘅玩家嚟講，好啦，咁木劍還難咗，咁同埋咧，頭先嗰只中介雙子嘅怪咧就會跌呢啲經驗箱啦，所以都係十分有用嘅。見到就一定要殺先啦，同埋咧係都會有骷髏骨嘅呢啲骷髏弓箭手啊，仲有打火石用嘅，但係打火石真係得一个限住嘅用处咧，所以都要悭住使啊！哇 ，W 血，同埋小心跌落街啊！呢个好重要。救命！好多怪啊！救命啊！哇！大鑊，想裝嘅時候都有 creeper。咁我攔咗把劍啊！咁咧，去到某個程度咧，就會開始有呢啲火怪啊，係咪咁叫啊？咁又係一個好煩嘅怪啦。四啊，
石剑啊，铁剑啊，石剑啊。嗱，咁就去到20level啦，咁就完咗啦。咁呢个时候咧，就会出咗个时间，咁4:02:90啦。咁好似其实都唔系几好啊。咁冇所谓啦。咁呢个就系我而家整出咗出嚟个成绩啦。咁大家有兴趣嘅话，可以翻去再玩下啦。咁我觉得你哋一定劲我好多啦。咁好啦。剛才又玩埋中等模式啦，喺冇錄影嘅情況下，咁冇錄嘅時候可能冇咁叻啦，咁就係咯，3:04:20啦。咁而家睇下玩埋難，睇下會點先，可能都係死100000次啦。咁好啦，玩埋難先。咁內容都係唔錄噶，所以係咯。俾你自己去玩啦，就系咁啦，系啦，好挑战难先，咁好啦，玩埋难啦，咁难出咗个时间就系呢个啦，3:43啊，咁都应该算 OK 嘅，咁就系咁啦，咁就欢迎大家可以去玩呢个地图啦，咁亦系啦。咁今日就讲住咁多先啦，好啦，再见啦，拜拜。